你这又干什么？ 妈，我今天结了个钱包，你看看真行。哎呀，可真是哈！哦，这里面还有钱呢，紧着点的。哎呀，这怎么事啊？哎呀，闺女，这有2000块钱，爹妈这下真的发财了，你一千，我一千，发什么财了？发财了，闺女，你瞅瞅妈那么教育你了，要学会拾金不昧，你这个钱咋可不能要啊？ 说不定人家是救命钱呢，是不是啊？转运转世要凭良心啊！哎，你这在哪捡的？就这一斤钱，人家个刀上。啊，你怎么样，闺女？你回去啊，等着，等一时准来，你把这领来家，咱把钱还给人家了。不希望嘛。听话，快去吧。 说我这什么猪脑子啊，丢了钱包我都不知道，现在回来。 拿着就行了嘛，分的着使出。哎，你没塞钱，我能买套好的化妆品了。真是的。哎，那个人儿。 这样找东西啊！过去问问他。哎，你这样找什么？我找什么？跟你什么事儿？上一边啥去？你是不是这样找钱包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原来你的钱包。我问一下啊，你那个钱包什么事儿？我那个钱包是个褐色的。褐色的。 多大嗦？嗯，大约这么大。这么大？哦，你妈应该就是你的。你接到我的钱包了？啊，真的？哦，这家嘞，俺妈这特意叫我在这等时主呢。哎呀，恁妈心肠真好，你心肠也好，拾金不昧啊！等那个什么，我奖励你200块钱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。那行，恁家在哪儿？就我领你去吧。 好，大哥，啊，你说你咋么这么不扫兴呢？钱包都能丢了。哎呀，又不说嘛，我那个猪脑子哈。哎，阿姨这个小买卖，咱特意来找施主啊。那心肠子这么好吗？是不是想领你上学啊？哼，我一会儿上学的时候，我多说点。嘿嘿。哎，还得走多久呀？ 哦，我前面也不爱去到俺城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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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这个就是俺家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闺女，哎，妈，你来这儿，施主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快过来坐，过来坐。大子，你在接钱呢？啊，这点钱，慰慰手劲儿。 好好，你不能叫我大子啊，你应该叫我阿姨。咋不行呢？你年轻是不是啊？那闺女，钱包啊，哎，闺女，今年钱包是你的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再确认一下，你那个钱包长什么样啊？哦，我那个钱包是个黑的，然后长方形的。啊，那这就对了，钱包应该是你的。 啊，对对，就这个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了，找回来了，我那找半天呢。我看看啊，看看。好好好。
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钱对吧？不对呀，我这个钱包里是2500块钱，这才2000。不可能，苏和尚，俺闺女拿回来的时候，我当场点的就是2000块钱。可是我钱包里明明就是放了2500啊，这肯定不对啊。闺女，这个钱你懂了？我没有，我当时接手里头的钱我一点都没懂。苏和尚，俺闺女也是个老实实的孩子，她不可能懂这个钱。那这500块钱哪去了？还说500块钱呢？要不你得好好算算。不是，我不用好好算了，他肯定是2500。我昨天刚去取的。那苏和尚，你说俺要是问一下你。难不说不是我的？我接的是2000的钱包啊，你丢的是2500的钱包啊，所以这不你的。怎么样，你回去继续找你那2500的钱包吧。啊？拿你破包的，赶紧滚，别来家了。